加嘞，加嘴。我觉得魏全汉有个有来不？哦，魏先生，那个一个是赖正民，哦，赖正民，好的，赖老师，谢谢。各位学员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安尼两天较低，将近三天的课程，大家感觉真忝无？未，精神真好。啊，有真欢喜无？有，真好真好。带着手来到这上课了，拢讲哇，放心啊。哦，等下就好困嘞。啊，从今以后吼。大家很快乐的，你会感觉说，咱台湾的前途吼，会使讲足光明的啦。咱的目标是要做啥物？咱台湾，咱要甲台湾，咱的这个民政府，要代替咱本土台湾人，为台湾人来做未来的前途的展望、愿景啦吼。啊，是讲咱这个要甲这个中华民国吼，来请伊离开吼。哈、啊，扫清气吼、哦，不但是派人个扫清气，那连垃圾嘛，佮扫清气呢吼。啊，甲台湾建设做啥物？东方的水师吼，蓬莱仙岛吼，啊，然后就是北半球的北半球的迄个纽西兰。哦，所以呢，安尼是你也看，咱的责任有足大无？足重大无？肩胛头我拢感觉足重的啦。哦啊、所以吼、哦，这不是一个人、两个人做会到的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达到这个目标吼、哦，不是干安尼啦。咱讲吼，硬体上，吼、哦，咱的土地要足清气上，安、啊、尼人心诶，咱要恢复到六十年前，吼、哦，啊，六十年前、七十年前，咱所讲的讲，诶，台湾人大家拢足朴实、足实在，未白差，啊，唔捌看到差啦，哦。以外，咱嘛要建立一个福利国家、福利国家 （welfare state）。吼，这个福利国家就讲，咱都无国防外交啊，国防外交吼、哦，国防外交拢交予美国军事政府去处理啊，迄拢无咱的代志。咱先几啊千亿，上少先6000亿，6000亿，咱就会当去做啥？做福利的吼、哦，这个补助啦、补贴啦，那像咱原住民。那是原住民，证明讲伊是50%以上的原住民呢。哎，这个老的这个 DNA 的血的 DNA， 那么伊就会当得到足济补助的。生一个囡啊，就甲补助100万，因为伊的人口对120万减少，甲即阵剩51万。秘书长一再讲，要甲伊吼鼓励，甲伊人口恢复甲120万限制。啊，只在满120万以后，就当然无够补助啊啦，吼。就甲一般咱平埔族个共款啊呢，哦啊，所有个人，哦，所有个囡仔读册，对幼稚园开始，一直到大学拢免钱个，哦啊，毋是把干咱原住民尔，都咱一般个人拢共款，咱拢尽量拢卖甲收费，互每一个人想要读册，拢会当尽量去发挥，就伊个趣味，去发挥个趣味，咱绝对无要读过去迄个物件，用背用考试个，毋是安尼。咱是要启发式的，完全是甲美国较共款的，一款启发式的。对小学开始就爱写研究报告啥，写一个吼，家、哦、己的读书报告，对遐开始训练伊的迄、那个表达能力，甲伊的创造力。每一个人出社会了的时吼，伊拢过真快乐日子。然后咱要发展有机农业，互少年人真爱去做田。哦，卖讲土鸦做田，哎呦，做田哦。无他吃啊，趁无吃，娶无水某，娶无水某，有影哦。啊，娶无水某，安尼吼真艰苦吼。啊，因为无人要爱水的，拢去有钱的堆起来咧吼。啊，歹的才留落来吼。啊，娶歹某安尼吼。啊甚至娶无某，啊干脆啊，
我做田啊，伊嘛要外口买稻饲去奋斗吼，趁较有食，啊，然后带只水母安尼，哦，类似安尼，哦，啊，甚至要若要品种改良哦，要甲引进欧洲的这个哦金头鬃的吼、白肉底吼，啊来咱来咱咱大安尼吼，啊回福利啊回来读册，啊读册甲咱的人吼、来大家来交流，甲咱的少年人交流，甚至结婚安尼，改良咱的种族哦，咱的民族的迄、那个。种族的基因，我就做好阿弟咧，我就还可惜了，讲我都老啊咧。哦，即话就五万讲孙啊，即个就咱的孙啊，你要想咱的孙啊，下摆找看下迄个金头毛安尼吼，哈，我一老实在是无法度啊啦，所以无遐简单，所以无遐简单吼，咱都要承认咱是老啊。啊，要达到这个目标吼、嘛无遐简单嘞。咱面对足济困难嘞啦。我安尼吼，这两年外以来吼，安尼一波过一波，吼、因为咱足济咧甲咱反对的，因为咱的论述虽然是正确的，但咱过去伫国民党的教育之下，迄脑海内底啊，装足济国民党的屎。三民主义遐塞增足侪，低足侪遐物件，要甲清除了足困难，所以咱无普遍的觉醒。啊，然后咱咧甲伊讲这个法律论述的时阵，大部分拢我都接受，我都接受啦，我都接受。啊，我甲你讲，啊，你讲啊，你读个歹去啊，啊，实是伊读个歹，伊无安尼感想。伊讲咱咧甲讲的这个法律论述是读个歹，伤过乐观啦，吼。啊，实际上吼，咱这个论述吼，咱这个法律论述，那像何瑞仁何顾问讲的。伊讲，咱的论述是环环相扣，无懈可击呀、啊！你若不是环环相扣、无懈可击，无可能伫法院吼诶，迄、个辩论内底，法官都替咱讲话啊。法官 Camp 是咱的律师，迄、个法官我一手袂记名吼，伊和 Camp 甲迄个咱的迄个 Patterson 咧辩论，伫这里2009年的。3月5号啊，2月7号我袂记啊，这两个时间，因为4月7号都已经判决啊。啊，辩论中间吼，伊问 Patterson 的时候讲旧金山校啊，到即阵要校无？唔知呢。哦 ，Patterson 查某的，哈佛大学法律系毕业，伊讲国务院无甲交代呢。吼、哦，因为我甲你讲哦，旧金山校啊，到即阵拢无任何另外一个校啊。合约吼，契约就讲迄个 treaty 吼，合约吼 peace treaty 会当甲取代，所以旧金山合约甲即当阵也是有效的，也是有效的，所以吼，您 you are in trouble 哦，国务院以国务院代表，你们将会进入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啊，哦，非常麻烦的地方，所以参法官都讲讲，哦，咱的主张。那你上诉状是密密麻麻足长的，哦，迄内底足侪资料显示讲，咱站在有利的立场，咱站在正确的一方，哦，坚持战争法内底讲的讲，占领不移转主权，所以中华民国来占领台湾的时候，主权不是伊的，哦，过来就是讲，这里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，所以中华民国不能在台湾这个地方就地合法。他的选举只能够在台北市由他的人民，他的中华民国的人民去选他的总统，不是由台湾人去选他的总统。所以，咱有足侪理由、足侪机会，咱当去告美国政府，不准他办在这个地方办选举。不准中华民国在全台湾办选举，这足重要的。所以咱首先，咱就讲，去年咱就讲主张，大家拢卖去投票。主年开始，咱拢卖去投票。都开始，我们在这样主张的时候，咱就安尼主张先。2010年哦，国务院要写反对哦。国务院伫2010年7月讲，你们要不要出来选五都的市长啊？秘书长问我讲，要不要？你选台中市长好不好？我去选台中市长无问题啊。问题是，跟咱的论述是完全相反的、啊，不合我们的论述啊！我们是全面拒绝中华民国体制，尤其是他的选举，所以绝对不能出来选举。他讲 why？
那绝对坚决反对我们民政府任何人参加选举，甚至于坚决反对任何干部去投票。啊呢，哦，干你爹行的，那来坚持哦，同意啊呢。从此以后哦，唔阿个讲咱，唔阿个叫咱可以选举。美国国会已经转变了，对2011年开始，2010年年底，因为就明确讲啊，咱是对的，咱的坚持是正确的哦。所以咱的坚持吼，咱论述是正确的是，咱按照咱的论述甲行落去，咱有正确的策略，我们有正确的论述已经伫迄个所在啊。所有立言的，无一个政团、政理团体有正确的论述，所以台独、台独、台独联盟，伊就行来行去、行来行去、弯来弯去，找无路。吼、哦，民进党甲咱误导，民进党口号所在就甲咱误导。误导对啥？中华民国可以就地合法，所以咧，大家拢去选举。哦，民众，我代表台湾人，本土台湾人要来甲国民党拼，所以恁本土台湾人我甲支持。啊，若无你就是出卖台湾，你就是台奸。哇、哦，要是这台奸的帽子给你挂落去，大家拢哇好啊好啊去投票去。结果咧，有效无？无效。后边啊，八当比你认为较凄惨。哦，啊，这边内心蔡英文。佫比阿扁较凄惨，一代不如一代，啊，一直代数不如一直代时，所以你要想看这爱闹好，即摆足侪人足彷徨啊！啊，好个在，咱已经 rising， 我们民政府已经站起来了。2010年年底的时阵，也是讲我2010年9月8号，吼、哦，去参加在华盛顿 DC 的民政府这个。这个代表处成立的酒会，庆祝酒会。第16号回来，咱讲讲这个酒会是足成功的，我嘛足欢喜的。我回来甲阮太太讲，哎、欸，有影哦，唔是假哦，有效哦。因为美国的官员来甲咱参加咱的酒会啊，咱嘛甲伊讲到安尼吼，足欢喜啊。啊，但是你回过头来看，啊，民政府偌济人诶。咱家靠成功，即台湾民政府啊，我们台北的核心10个人呐、啊，南部的这个同心，拢甲掠掠来，看50个无，啊嘛才60个，上计是安尼尔哦。啊，要安怎来扩大？扩大即个咱的影响力，增加咱的人员，咱才有法度来做代志的。哦，想破头的呢，讲要来开演习营哦，要来办一个演习营的时候，想甲。找无所在，干呐找所在来艰苦啊！啊，所以咱吼天佑台湾哦，尤先生听了讲，咱咧找所在，讲哎，叫咱来看。啊，我伫十月就知影讲有这个所在吼，啊，拢无时间来看。有一天秘书长讲，哎，今日来去，来个来桃园行行，你来看嘛，你感觉好啊，唔好呢？我一来安尼吼，行一连行到上悬的所在，过落来，哇，我超欢喜，哇赞呐！这个所在足好诶，但是咧。这说最好不是这么安尼呢？来看这时吼，壁都拢吼斑斑驳驳，涂骹嘛斑斑驳，啊，这一间一间，这啊一间就是一个房间，遐一间嘛一个房间，过后边嘛一个大房间，安尼一间一间拢房间嘞，这来中间可能要调呢。装潢费用，装潢费用，总共甲对头甲尾安尼，甲创个好一样呀。想这话安尼呢？不是3000万啦，嘛不是30万啦，想这话300万呢？钱在哪里？钱在哪里？我去美国的时候，李辉家己掏腰包呢，我钱嘛无够呢，甲太太讲，哎、欸，拜托来补助一下啦，拨个补助金来啦，补助一下，为台湾拍拼补助一下。我太太嘛，就只有提出啊钱甲补助，我7-8万拢安尼，最后等间个拍好安尼，拍好病啊，吼、哦，无我存款部都拢空啊哩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300万要安那来嘞？起欢乐啊，那么起欢乐呢？迄天杨妈妈打电话，甲讲：“哎、欸，来啦来啦，哎、欸，来谈谈我们怎么样合作啦？”啊，我啥拢无注意个。迄阵咱过年个时吼，咱已经开始动工啊，咱就讲好个时，尤先生开始叫工人来做工课啊。甲过年个时吼，爱红20万啦，工钱啦，人要过年啊，你无好人比赛啊。要求咱咧倾来倾去，大家拢倾啊空空啊，要对一下嘛。迄进前咱大家拢提出来开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出来大家不要爱过年嘛，爱留刷钱啊，吼、
叫无一个，咱讲要去个酒酒转一下 ，no no 呢？咱几个人去走，尤先生也去，咱的财务长也去，没有结论，换我去，坐一波也没有结论，伊讲啊，叫你秘书长来，啊秘书长去，坐两点钟嘛没有结论，因为有人改注下。有咱的反对者甲咱甲伊注下，讲迄无效啦！伫美国转来了，吼，都拢美国方面都拢店主都拢无过联络啊啦，迄无效啊，卖插袂啊，安尼人都无信心嘛。对，啊，结果安那呢？对，结果安那呢？是安那无联络呢？重要干部甲咱联络的人，因为美韩军事演习，又接下去又是美日军事演习。所以伊人伫迄个所在咧无闲啊，等美韩甲美日军事演习，伊来台北啊，伊来台北甲咱见面啊，吼、哦。所以你啊想看卖，咱每一个动作，啊是讲每一个过程，拢足侪阻碍，足侪阻碍，毋是遐简单呢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怎出幸运呢？吼，到尾啊是，因为郑老师，咱的财务长伊讲，啊无呢，我的退休金摕一寡出来用。先垫借，啊，怎啊提出来垫用？迄二十万怎啊解决？了过年了，所有开销拢对伊退休金先提出来开，啊，咱才办延时型收入，才一撮一撮甲还伊啦。唔是讲哇，咱准备足侪钱诶，啊，伫遐咧做代志呢？无呢，咱是无钱。每一个人落地啊情况用要破呢？对，开始过美国诶政府，2006年10月24号开始，咱。你国标政府先就开始掏腰包啦，啊，用美金算咧，60万美金，偌济1800万咧，啊，足甘心的咧。迄一个咱的先拜陈楷模医师，他捐第一笔30万，那无迄第一笔30万，咱无法度找到迄1800万。已经足老诶，要来遮演讲，嘛足甘心诶。所以咱后来咱就讲，我伫2009年参与这个民政府了，是一方面那是华理建国会，一方面那是民政府。吼、哦，我伫华理建国会兼执行秘书诶时，我咧起草咱华理建国会章程。我来讲吼，原则上我们不对外募款，只有从什么从我们的会员里面去。募款啊！募款是什么方式？那要用多少钱？才叫几个人来分摊这费用？咱只有一个计划要开50万，哦，找50个人，一人出1万，哦，咱来期待，无半仙哦。美国讲你要创一个期待，你要升级，哦，赶紧创一个期待，开车25万，找25个人，一人出1万。我哇，出个足公营的呢，出个足公营，但是呐，这边收入啊，这边出去啊，哦。因为我开销拢伫咧种树啊，种树爱买土地，拢开伫遐，啊，都爱纳利息。我即个收入的纳利息出呢，就是开伫咱遮。我逐个月拢差不多是拄好，啊，若无够开心，就要甲太太讲拜托诶，补助金，领补助金安尼。吼、哦，我是安尼过日咧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开几啊十万去，我嘛感觉足快乐诶啊，因为啥，啥会足快乐？已经看到一线曙光，哦，天地不跟我赶快，一线曙光出现了，目标就在那地方，而且已经有一个一线生机，可能引导工就是那个方向是对的，那是正确的，你可行落去，你就到达你的目的地了，安尼。不是干我抱这个心，咱足是核心的干部拢赶快的心，所以咱。开办迄联席营，第一届73个人，哦，足放心，足甘心诶！73个人第一届，收入偌济，36万5千块，咱就当部分解决咱的财务危机啊，继续甲办落去。所以咱去年安尼吼，办24期，去年应该是办22期、23期吼。虽然讲无足济人，只要正千人。青通、青华人、青一级的人、青二三的人安尼吼，当然包括大专夏令营、加原住民班安尼吼，差不多青二三的人安尼吼，真的解决我们很多问题。
咱才有法度甲这创啊遮好，无这本来咱只三排椅啊尔，啊三排桌啊尔，啊椅啊唔是这款椅啊，椅啊是圆凳子，一滴椅啊是几十块迄款圆凳子，啊你啊坐无好势，吼迄偌济，迄款，塑胶的，你啊坐无好势，你会滑落去呢，吼、哦、啊咱这较有钱，咱就拢做这啊，你看咱上初的桌啊是款的，这粗俗嘛，到尾咱较有所谓先，才买这款的，上头是这两排。再个买一款嘞，一排，再个后来个买一排，加买一排。即摆，即摆咱同齐位会当两百个人来上课啊。拄开始是上计是百五个，后边拢囥椅啊，本来拢茶椅啊，伫咧。准备若无够椅啊时，无够坐时，爱坐圆凳子啊。圆凳子你若无坐，咱食饭迄圆凳子哦，无拄会去跋落去啊。所以咱是一步一步啊。最近讲哦，咱的收入开始倒去，后边迄个三栋三层楼迄个，咱已经起一个军房啊呢。两站百五的床位底下，百五的床位底下，咱一楼要起啥？要起一个军事法庭呢？啊，即摆军事法庭外口迄个要起一个便所，三十个人会当用便所施行区。吼、哦，国国要起一个厨房，迄、那个厨房希望讲三百个人以上同齐食饭无问题啊。啊，若要到五百个人啊，咱都要两站才有法度啊。啊，即拢爱开钱呢，所以这部分哦，咱是正确的。咱今日有当发展到这阶段，有这个成果，现往千五六个人，重点是安呢？原因是伫说，伫倒一个所在。就开始的时，咱的最高档次讲，咱都唔免创啥啦，咱都来租一个旅馆啦，租一个会议厅来办演习用啊。各位个想看卖？啊，咱是办足久以来，咱绝对无半项的。即摆咱至少伫这个所在，咱建设这个所在，变作咱足重要的 headquarter 总部。大免烦恼，假免烦恼，用这工具拢足方便的吼、哦。啊，大家以这个所在，以这个所在做一个中心点，吼、哦，来讨论咱的问题，来解决咱的问题。咱就有这个 headquarter， 咱才有今仔日。咱若迄当阵无，吼、哦，利用这个所在，善用这个地方，吼、哦，把咱这个地方、这个所在创好势，吼、哦，来使用的时，那么无这个办公室的，一刚刚你讲租，啊那。做无，你就无法度办活动，安尼要做啥代志？做无代志嘛。所以咱即摆会去发挥这个战斗力，另外拢看到拢比较嘞，拢相形失色，因全拢失去去。所以因一直衰尾，咱一直旺起来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另外，大部分拢已经变作老人会啊，吼、哦，台独联盟啥是变老人会啊？但咱看，咱足是少年嘞。咱顶一遍咱伫忘年会的时吼。哦、虽然大部分拢较聚会，但是中间有真百个的迄款的少年人。即摆咱个看，今仔日来有三分之一拢少年的。咱只要差不多有总共啦，总共千外个内底，差不多四分之一是少年的。所以少年是三十岁以下的，还是三十五岁以下呢？甲算起來。所以吼、哦，咱有即款的基础，保证咱将来一定非常的吼。哦咱的未来今年一定非常快速，啊，所以咱的策略是正确的。诶，咱去高美国，先去高美国，过来呢，去甲日本邀来，即摆日本邀来，亚麻塔尼，吼、哦，这个参议员，迄、那个咨询，去咨询稿，马兰提供回去问和首相诺达去回答，吼、哦，按照旧金山合约的这个规定来回答。这个消息出来了，不但日本人。会觉醒，就是世界各国嘛，知影哎呀，今仔日本甲台湾已经有相当的进展，这个关系已经真密切啊，吼、哦，这是一个足重要的 signal， 一个这个信号出来。所以咱的策略吼、哦，都廉洁美日，吼、哦，聚中排华，吼、哦，咱真敢安尼甲讲出来，唔免惊，吼、哦，安尼保证啥？保证咱台湾绝对国家安全无问题。啊嘛，保证什么？总有一天，中华民国爱按照国际法离开台湾，等于金门、马祖，或者是南京、北京。安尼，中国人嘛欢喜，因为因统一啦。咱台湾甲中国田无沟水无流，一边一国。哦，所以啊，咱即摆有这个成果，咱不但啊把握住，哦，那么希望咱在座各位。爱用心，吼、哦，有一个观念，大家一起来修行智慧。
那像撒开底下讲来讲，大富翁有大富翁的作用，哦，你要乱，这个所在会听，哇，乱，这个隧道个乱乱的，啊，就较袂听。啊，这个小指头呢，也有它的作用，你不要多用大富翁去威你的耳朵，哎，用这个威耳朵，哦，类似安尼。所以各有所用，每一个人拢是重要的。所有那法了解法律论述的人，咱的动心对咱的民政府拢是重要的干部。啊，伊就是讲，我个人伫遮是一个民政府一个成员，离开这个所在，伫地方就是一个种子，这个种子要发芽，要茁壮，要开花结果，要掉落很多种子出来，散布我们的种子。在各地各所在，所以我们今年的重要的工作就是扩大宣传计划。哦，一月那时候我就在想要怎么样，哦，可以做比较去年较好。去年我们是中央几个干部，各所在去演讲，花莲、屏东啦，吼，恒春啦，吼，啊，这个宜兰啦，吼，啊，那个台南啦、嘉义啦、彰化啦、哦，埔里啦，都出去演讲，吼。即摆讲，哇，即摆太无闲吼，啊，我都讲，逐礼拜安尼出去走啊吼，啊，所以讲要来买六台宣传车、宣传车，啊，我看板啊搭落去，吼，美国军政府、台湾民政府挂号，贪污者枪毙，吼，商人极盗，鞭刑抵罪，安尼好不？好，甲挂落，过来。来台湾民政府的主张伫倒位，哦，咱台湾民政府的目标是伫倒位，咱台湾民政府的策略伫倒位，啊，大字甲写写咧，啊，然后每一台车内底弄闭路电视，哎，当坑咱演讲的这个底下的广告吼，伫闭路电视咱看会到咱演讲影音拢有，安尼，啊，搁再随着那个随车的这个讲员、基层讲员去分咱的传单、分咱的迄个宣传品安尼。用这个方式来个教，希望讲下一遍，今年开始要来外口演讲的时候，拢差不多500个左右。那当500个人、1000个人，咱秘书长去演讲的时候，有足多人会当听到这个法律论述，就是咧听到讲咱台湾的福音，有足多人会当了解，啊，就人来参加咱这个活动，参加咱这个终结俄罗斯军事占领跟殖民统治的这个活动，吼，这足重要。所以咱爱首先要做这个工作，拢是咧唤醒民众，抚每一个人，大多数的本土台湾人，拢会真正的觉醒，彻底的觉醒。到那一天，水到渠成，伊无走嘛袂使，伊就爱偏啊望咧，等于给妈妈做。啊，咱若无，咱若说的有够高，那么有够收费的心，那个国民国韩基。甲中华民国迁去金门马祖，嘛无要安怎都安怎。甲日本牵来讲，来，你日本外务省来，牵咱民政府去国际海峡法庭告美国，告中华民国，要告倒。所以咱是非暴力不合作法律诉讼，咱是足简单的手段尔。咱无要甲伊暴力啊，吼、哦，咱咪当好来好去，大家讨论，看你当时要。退到什么所在去？要偌济兵？你偌济人要退去金门妈祖？大家按照时程来处理这下代志。咱一步一步势力咱增加，一步一步消防安尼。哦啊，透过国际的力量来回压力，透过美国的力量，透过日本的力量来给施压，回早日离开台湾，互咱较紧用咱的人力，用咱爱台湾的真正爱台湾的心来建设这块美丽的国土。所以啊。想到这哦，我暗时啊困，我就爱笑，我就欢喜，就快乐。哦，感觉讲安尼做咧有意义。人生最大的代志，就是讲做有意义的代志。这件代志才是有意义的。哦，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，手牵手，心连心，大家一起努力奋斗。感谢各位，谢谢。起立。兄弟，请坐。